上头刚开了董事会议，今天早上的故障他们不满意，都已经发生几次了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解决？我是监督长，请说。我这里失去了15号列车信号。又发生故障了。地铁线都是自动化的，救援人员应该很快会到了。列车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消失了？你们都知道系统都有漏洞，却没有人知道原因。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车上乘客的性命。我们会没事的。这是总部，你是什么单位？根本就没有具体的证据，你要我凭什么派队伍下去？那只怪物，你们都看到了对吗？地铁里面怎么会有这种鬼东西啊？我有点害怕。这是什么烂系统？漏洞一大堆。Closing.